希望他们好好读书，有一个好成绩，啊，读到可以读就读到大学出来。妈妈去世了15、16年，假如有我妈妈在，就说，哎，还有我妈妈去帮我照顾孩子，没有了，就是要靠自己了。我们没有钱了，真的一点点钱，我们好像都20多、30，我们也是钱来了。我们可以好像可以买一点好吃的东西，孩子要求什么。